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主的教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教会有一个定义，就是教会要胜过阴间的门。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样现实生活当中生动的现象来比喻或者解释阴间的门呢？突然看到了许愿门啊，许愿事件，许愿门实实在在啊，可以是阴间之门最生动形象和现实的阐释。隐者见隐，目者见神。我们关心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八卦，而是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实实在在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神学。当然，我们从所谓政论的角度可以这样说：谁不是许愿呢？所谓有志不在年高啊，惜国英雄辈出，男女平权。马云也是许愿，卖艺卖身，结果人财两空。贺锦丽也是许愿。卖艺卖身，在美国成了副总统，但是谁让你生活在中国？卖艺卖身，最后成了阶下囚。许愿现象实际上也是中国故事、中国模式的诠释，一个图腾。实际上，中国崛起主要靠两大事实：第一是国家投资拉动内需。像强力部门，像政府部门投放资源、钱财，有钱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这个资源主要是在生殖器可控的范围内进行分配，化公为私，这就是中国模式、中国故事的实质。但是呢，我们教会看这样的事件啊，要看出其背后阴间之门的影影重重。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新闻有什么看见。最直观的，我们应该想到《约翰福音》第8章，所有的嫖客都隐藏了，成了控告者，成了法官，成了审判者。但是呢，单单的把行淫的妇人抓到了舞台的中央。以前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讲《约翰福音》第8章，我说这件事情如果要发生在中国，将会如何？那个时候我们只是想到，如果发生在中国呢，就是当主耶稣问到谁没有罪，谁就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呢，中国人民的反应绝对不是从老到少、从少到老都离开了，而是说，我们要打死他。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现实版的中国版的《约翰福音》第8章如此的博大精深。中国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龙的传人、洗果人，把这行淫的妇人抓起来了，没有用石头打死他，没有完全打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更聪明，我们要利用这个女人干什么呢？敲诈一笔钱财。指控许愿是勒索钱财，判刑13年。中国政府勒索500万。我就在想，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见到了洗果人，见到了中国政府，一定会顶礼膜拜，我都哭了啊！还是你们赚钱狠呐，还是你们聪明，这个女人怎么可以打死呢？其祸可居。所以也难怪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就指出，这些龙的传人背后是他们的父魔鬼，起初就是杀人，起初就是说谎的。但其实不仅如此，这一事件本身还可以往前推到《创世纪》第3章。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够成为阴间的门呢，乃是因为计嫖双方呢有共同的信仰：钱财、情欲和权欲。这是这个交易得以完成以及最后这个成为诉状的根本原因。但是还不仅如此，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掌握权力的一方可以利用国家机器成功地完成无花果树的叶子对这一丑闻的遮盖，要删帖，不要让这件事情发酵。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了这个肉身的犯罪，结局就是不可能再存在认罪悔改的希望了。于是，主的审判临到了，说：“你出于尘土，必归于尘土。”这应验了主原来的预告，就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借着许愿门，我们深刻的、直观的看见了什么呢？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亡，而且拒绝悔改完全没有重生和永生的盼望。我们总结而言，为什么神建立教会要胜过阴间的门呢？因为胜过阴间的门就进入永生，陷入阴间的门就进入永死，生与死。我们现在是复活节期间，唯有在主耶稣基督复活当中，才能够得到完全的终结。换句话说，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真理，就是关于生和死的真理，而这一真理进一步的具体的启示在启示录14章12到20节。我们先看这段经文的结构，12节到13节这第一大段，明确的指向了胜过阴间的门的人要进入永生。这里面圣经对死亡做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定义，那就是在基督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可以进入永生。这是谈基督里的生。15到20节交叉呼应，谈的是什么？在罪里的死，死得很惨，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死亡。所以我们在交叉结构当中能够看见启示录终局这个部分人类命运的1分为2，基督里进入永生，罪里面进入永死。那么如何才能够胜过阴间的门，或者进入永生，或者接受永死的审判呢？借着中间这位白云之上坐着的人子，白云相当于白色大宝座，以后你们在加拿大看见灿烂的云朵，那就是天上的宝座，上面有人子，带着金冠冕，手中有刀。冠冕和刀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和复临最基本的2大形象，他是王，他是审判者。我们还可以借着这个结构进一步的看见什么呢？看见了基督教信仰常常被总结的那个核心的真理，就是好像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文化关切的都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们关切的只是生和死，对不对？当然对。唯有圣经的真理，最核心的真理就是关于生和死的真理。离开生和死的真理，都属于魔鬼的道理，因为他舍弃了最重要的话题。换句话说，都是萌宠的哲学，唯有基督教抓住了骆驼。生死是真大。由此我们也看见整个的无神论的世界里面是何等的愚蠢，就是他们忙碌的犯罪，终其一生死了。这是何等愚蠢的人生！远离生死，就是让人成了瞎眼的畜类，没有灵性的畜类。我们感谢神，借着福音的真理呢，终于知道人的一生活着最重要的是关切生死，并且在基督里面关切生死，但是呢，小心高言大智的鸡汤教和灵恩派，小心那些极端福音派的秀态。什么秀态？就是你不需要讲别的啊，我们来教会只讲基督，只讲生死。特别赵家人愿意谈这个话题，我们不关心别的，我们只关心生死问题，这大错特错了。为什么？第一啊，只有圣经关心生和死，但是第二，只有圣经把生与死和义与罪完全连接在一起了。这是为什么呢？义与罪，我换句话来讲，如果你只关心生与死，不关心义与罪，你既没有生，就只有死了。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唯一人因信得生。另外一个方面呢，罪的工价就是死。我再说一遍，如果不关心义与罪，你所谓的生和死都是魔鬼的谎言，让你最后突然的信了一场基督，白白的让基督死了，你最后仍然归入永死。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恰恰是我们为什么不放过政治罪恶的原因，对不对？所以，虽然第一，只有圣经关心生与死，终极关切，但是第二，只有圣经把生与死完完全全平行了义与罪。但是义与罪是如何得以持守和远离的呢？我们怎么才能够活在义当中？怎么才能远离罪呢？第三，只有信才能够持守义。一个方面，只有信才能够被称义；另外一个方面，只有信才能够不断的活出义来。没有信仰不可能被称义，没有信仰不可能行在义中，这是真的，对吗？所以我们需要教会。那么与信对立的概念是什么呢？是疑惑，深信不疑。但是大家知道吗？所有的外邦的，特别是这个哲学，他们的本质是怀疑主义。怀疑主义两句名言：第一，神岂是真说；第二，不一定死。这就疑，对不对？疑虑。我再重说一遍，圣经的核心真理的三个层次：只有圣经关心生与死；第二，只有圣经关心将生与死平行于义与罪；第三，义与罪唯有在信与疑当中才能够得到保证或者被弃绝。很清楚吧？所以我们要持守三重真理，缺一不可。偏离任何一点，你只关心生和死，说我好像高言大智，我最爱主了，我最保守了，我什么都不管了，你最后是有死无生。所以同时你要关心义和罪，但是如果你关心义和罪，你以为你自义了，你以为你靠自己可以是个义人了，自以为义了，你靠你自己的励志你就可以行善了，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信和持续的相信，或者你就会成为新的恶人，或者你根本无法行义。所以三重真理缺一不可。那么这一段经文呢，还可以有一个结构的方式，大家看12到13节呢，实际上是三次谈到了神的话语，神的耶稣的道，神的诫命，神的道，圣道。然后呢，第二次天上的声音说，神说。第三呢，圣灵说，对吗？神说，神说，神说，而且是借着书面启示给我们。但总而言之，三合一吧，3+1加起来就是神说。神借着他的说要重造人类，审判世界，对吗？这是第一个真理。神说。第二个真理呢，神说的中心是谁？是基督，是人子。那么借着基督要做什么呢？15到20节，借着基督做两件大事：救恩或者怜悯，审判或者律法，对吧？我再说一遍啊，这个结构真是有趣啊。神说，围绕着基督说，基督要救赎或者审判。后面这一大段啊，实际上是两把镰刀啊，你要仔细读，只有两把镰刀啊，没有四把镰刀，也不是三把镰刀，是两把镰刀。第一把镰刀一般的认为它指向的是救赎，收割庄稼；第二把镰刀指向的是审判，收取葡萄。我同意这个传统的解释。当然，也有人认为的都指向审判啊，你自己判断吧。我只是推荐给大家。那么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旧约语境主要是参考两卷书啊，一个是民数记当中关于人子的一个说明啊，这很重要，等一下我会解释。第二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话语呢，在约珥书当中呢有一些平行的信息，大家可以去参考。好的，现在我们看第一段经文。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平行了13节一节经文，圣徒的忍耐就在此。我们真是很感动，感动在哪里呀？对于外邦人来讲啊，就是我们当然也一样，常常如此。就一旦遇到了生活的难处了啊，政治上的绝境了，家庭的危机了，我们就会失去信心了，对吗？我们都一样，人真的不过是人。可是圣经呢，就是说了一句相反的话，他说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什么意思呢？就是打击摧毁外邦人信心的，恰恰是我们基督徒引为动力的环境。你说这种翻转简直是让人是完全无法想象。所以我们经常会谈这样的道理，就是你说困难，那恰恰是我们需要的。你说绝望，那恰恰是神给我们的功课，因为我们因此被神呼召拣选，被神使用。我们说一句人的俗话，凭什么用我们？凭什么拣选我们？要我们干什么呢？要我们，之所以要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是黑暗、邪恶、淫乱的，所以需要我们。这股倔劲儿，这种倔强，就是我们神的性格。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怎么办？快跑吧！不，神的灵运行在神面上。谁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什么是基督徒？这是基督徒。没有谁能够摧毁我们的信仰。每次你绝望的时候，记住这句话。所以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太美好。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对每个时代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但是这是最好的时代。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这个忍耐不是忍气吞声，我们再一次强调，这里边解释了什么叫忍耐，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这就叫忍耐，就这么简单了。守神诫命就是完全遵守上帝的命令，坚守、持守、照看、坚持，百折不悔，勇往直前，放胆传道，都在这里了，对不对？这叫忍耐，不是心字头上3把刀，你那是有病。我们是有信，要区分有病和有信的不同。诫命这个词意思是什么？神的命令，命令就是不理解也要执行。耶稣真道，这个真道的原文就是信仰，耶稣的信心，耶稣的信。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持守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可以指旧约，耶稣的真道可以指新约，都没有关系啊。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只有跟随耶稣的信仰，以耶稣在基督里面啊，并效法耶稣，我们才有可能借着信仰，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为主做见证。忍耐和真道，或者说忍耐和信仰本身呢，也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个呼应的关系。没有信仰的人，在这个两兽统治的黑暗时代，没有办法活着，没有办法存在。你只能像许愿那样去卖艺卖身，最后又弄不过人家，被人家又敲一笔竹杠。信仰的重要就在这里。换句话来讲，耶稣的信仰就在于此。这是第一层概念，就是谈到的是神的道，基督的信仰。凡是从今以后，凡是谈信仰的，只有一种信仰，就是耶稣的信仰，没有别的，其他的信仰都是假信。为什么？因为只有面向十字架的信仰才叫信仰，其他不需要信仰，理性就够了。为什么我们很少在教会里面讲赚钱之道？那不需要信仰。我这绝对不是骂人，就是狗都知道，那就猪都知道，选一块好的，放弃一块不好的，经济学就可以负责了。我们不讲这个。当我们讲信仰的时候，就是靠着人的理性一定要绕开的那件事情，你必须跟着主往前走。第二层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神的道。这道理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来的，我们谈过，一个方面不出于人和世界，另外一个方面不出于人的内心啊，是上面来的信息，声音。圣经绝对是从天上来的啊，人写不出这样的真理。然后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这句话实际上也等于解释天上的声音。为什么人没有这么说话的？说你死了，你有福了，这怎么可能？圣经让人反感就在这个地方，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宣告，说你在主里面死，但你有福了。你骂谁呀？只有在天上的声音讲这种话，它才是真实的。人实际上，你不要觉得这句话很难听，人都是要死的。他说你要换一个死法，与其在罪里死，不如在主里死。但是你要真的在主里死，你就有福了。然后你看上下文的解释，什么叫在主里死啊？往上看，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凭什么死？因为你要忍耐这个邪恶的世代，这个邪恶的世代要杀害你，对吗？这是环环相扣的关系。有福了。最大的福分就是在主的复活里面，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份。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概念，我要强调一下，就是你要写下来。圣经是写出来的，基督教的信仰的经典不是密宗，不是感悟，不是一种心灵的感悟。灵恩派的毛病在这个地方，天主教和这个东正教的问题也在这个地方。这除了圣经以外，还要写很多东西，圣传啊，这伊斯兰教还有什么圣行啊？这个灵恩派天天就做梦，神又跟我说话了，我要写下来。到现在也没有几个人写下来成了圣经啊。为什么要写下来？三个原因，至少三个原因。第一呢，这事儿太重要了，必须写下来。第二，传于众教会好分享，写下来也可以共同的分享。启示录前面强调了这个事实。第三。写下来就告诉我们，这事不可改，不可更改，不可更改，不怕验证。基督教不怕你，圣经66卷书写在那里，你来考证。每个人名、每个地名、每个年代，你都可以考证。这件事情可以说在各个宗派当中，只有基督教有这种真正的自信。密宗没有这自信，恍兮惚兮没有这自信，因为他们不可验证啊。当然，这个写下来也提醒我们什么呢？好像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啊。大家可以检索一下，写这个概念是在启示录以及整卷圣经当中的使用。它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人世间呢，有一本著述是唯一值得我们委身的，那就是圣经。而一旦有了这本书，实际上除了我们说理工科的那些书吧，我们不能完全就是否定，但是文学类的、思想类的、所谓学术类的、哲学类的，都可以分之一炬。作家在整体上，我们可以讲，实际上是人类灵魂最败坏的力量之一。这个马克思算是个作家，《资本论》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用写圣经的劲头写了一本给人类作为人类灯塔和这个火炬的巨著。那么，特别是近代以来，当这种文学名著、巨著取代了圣经之后，你就会发现，这种写作已经走到了魔鬼的那个方向上去了。他们瓜分了，偏转了，颠覆了圣经作为人类阅读中心的这样一个位分，对不对？换句话说，作家抢夺了使徒的位分，成了人类灵魂的导师，而他们用以为导引人类的那些著作本身，充斥了魔鬼的谎言和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弊端。所有的文学名著都是如此，甚至也不仅仅包括什么郭德纲相声选啊，什么文集文选、主义教材，其实也包括所谓的基督徒作家。就这得有多么的无耻啊！就是我写的这本书可以成为圣经的帮助。实际上是成了取代圣经的基督教读物。在这个方面，我们得点名批判一下加尔文啊，《基督教要义》，好像人可以自己写下一本东西，成为跟圣经平起平坐，或者瓜分圣经荣耀的名人。我真是盼望，至少所有的基督徒从今以后。不要当作家了。我这一生不会再写著作了，因为我们越读圣经，就越知道羞耻，真的是不配。你写的那些闪光的思想，你所创建的那个神学的框架、学术的框架，真的是在圣经面前是一文不值。这个没有办法，甚至没有办法来类比。唯愿我们余生能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照本宣科的去宣讲一卷一卷一卷的圣经。这绝对不是我们反智主义，是我们越是接触圣经，我们越明白神为什么吩咐使徒把那些话要写下来，因为这话实实在在的太重要了，就是穷尽我们一生的生命，我们也难忘其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般。只是得到一点点，像狗一样剪下了一点碎渣，真的是让我们享受用无穷。这话绝非假谦虚，实在太真实了。让作家都见鬼去吧，让所有的基督徒都去见神。第三个方面，圣灵说，真理的圣灵，在教会当中的圣灵，圣灵是说话的圣灵，圣灵是讲真理的圣灵，圣灵是在教会里面，用他的话语，用人能听懂的话语，安慰圣徒的圣灵。圣徒说阿们。大家注意看啊，神的诫命和耶稣真道，父神和子神，对不对？圣父、圣子，第三句话圣灵，三位一体的圣灵。同时呢，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圣灵是做圣父和圣子的见证的。一个方面，圣灵出于圣父；另外一个方面，圣灵出于圣子。一个方面，圣灵回到圣父；另外一个方面，圣灵回到圣子。所以，东正教的反对核子论是大谬了。圣灵，约翰福音说是真理的圣灵，他是安慰主。他说：“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真理的圣灵讲什么呢？他在肯定，在主里面而死或者殉道的那些人，他们的死暂时是进入了安息，吸了劳苦就是他们享有了安息。这个安息，即使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也在经历，就是良心的平安。圣经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但是如果你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你会不断的经历这种良心的平安。另外一个方面，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平安也有永恒的价值，那就是我们这一生所有的劳苦，包括我们这些同工所有这些侍奉，我们所见证的真道，会在这个世代，在下个世代继续的工作及开花结果。我们会靠此不断的在神那里面领受赏赐。还有一点，圣灵的讲了一个真理，是现在这个主流教会偏离的，是什么呢？劳苦和做工。这个做工这个词就是行为。大家看12节，真道是信仰，信心，结束的地方是行为，因信因行义。换句话说，你讲的圣灵是这个圣灵吗？圣灵是强调因信行义的圣灵。好的，我们看第2段，就是中间这节经文啊，一节经文非常重要。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我先讲下面的耶稣的2个形象，金冠冕指向他是王，我不再重复了，反对非政治邪教。第2，拿着快镰刀，收割和审判，反对泛爱主义的邪教。他们的教会没有镰刀，他们教会的镰刀交给谁了？他们教会放弃了镰刀，不再传讲镰刀，因为镰刀印在了贵国的党旗上。我大家记得这段经文里面的镰刀不断的出现，镰刀非常的重要。看讲章啊，旧约当中呢有3个词都翻成镰刀，可以对应这里面的3个相关的概念，或者2个相关的概念。大家看讲章吧，我不多说了啊。我想跟大家说一个应用。这个教会的建造本身啊，主要是2个方面的事工或者手工。一个方面实际上是锤子的工作，一个方面是镰刀的工作。我这不是开玩笑啊！大家回到出埃及记第25章等等，你会发现，第一个工具就是锤子，就是你用锤子凿成各样的形状，然后建造圣殿和会幕。第二个就是建造圣殿的目的是什么呢？建造圣殿的目的是什么？是收割，是做工。翻上去，大家看一看，再往上翻，大家注意15节到19节，这里面有3个概念是平行的：从殿中出来，从天上的殿中出来，然后呢，从祭坛中出来，会幕、圣殿和教会。一个方面，我们注意这3位天使和上一轮的3位天使出发点不一样。这里面上一个谈到的是传福音给万民，个人因信得救和重生。这里面谈到的是什么？教会建造起来了。这个教会，这个圣殿本身是向列国天下、万国万民宣告审判信息的高台。或者说，我们的神跟上帝的关系是镰刀的关系，我们的神跟万民的关系是镰刀的关系，而教会要传讲镰刀的信息，对吗？好吧，翻下来吧，这镰刀很重要。但是呢，鸡汤教把镰刀放下了，手里拿着拈花微笑的花朵，或者是玉净瓶、按摩水、洗脚水啊。念念有词，一并赶鬼。但是呢，要把镰刀交给国家政权，所以也许真的不是偶然的啊！党旗是锤子和镰刀组成的邪教图腾，这是什么意思啊？它就是篡夺了神所有的权柄。那不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最多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是以他们的名义在行魔鬼的工作。他把锤子的权柄抢去了，他把镰刀的权柄抢去了，他在这个地上要演上帝，他要在基督复临之前，在地上建造他们的天国，用锤子在地上应收割所有了劳动果实，用镰刀。所以，为什么说他们是撒旦教呢？是撒旦一会的。你从他的这个国旗就党旗就看得一清二楚，百年邪教、锤子、镰刀，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人类只有两大信仰，打着引号的后边那个信仰，一个是人子和镰刀，一个是锤子和镰刀，你选吧。我们再往上看啊，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 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住在一个异教的环境当中，住在迦南，充斥着邪教、黑暗和31个罪恶之王的奴役统治之下。神就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去，让他说什么？你抬头看天。 我们生活在一个天地海构建的宇宙环境当中，但是畜类呢，四脚朝地啊，没有看天的希望。但是基督徒天上的居民，我们要仰望，要看天空。我们说的更简单，要仰望上帝。所以启示录一直有一个词组啊，排列了很多次，就是看见。 英文翻译成 look， 然后 behold， 看呐，看见了天空，看见门天开了，看见天上的人子，看见天上的宝座，看见主耶稣裂天而来，看见天上的崇拜。所以我就想起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们的习主席啊，教导中国人民当着世界人的面说，我们现在可以平视世界。 后来我就想起我们的习主席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对吧？习近平就习惯于近视和平视这个世界，简称习近平啊，又近视又平视，又习惯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这个平视世界这个教导实在是和信仰的视域针锋相对，而且充满了谎言。 就需要教导啊！这位君王需要责备，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教导怎么说呢？三假三谎一缺，三个谎言。第一个谎言是什么呢？就是好像啊，这个自古以来，这近百年来，我们都苦大仇深，专门仰望别人。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最贪这个恃强凌弱的民族。 你还记得在古代中国人是怎么叫周边的民族？南蛮、北夷、西夷，啊，北狄，南蛮、北狄、东胡、西夷，就都是畜生啊！周围这些全都是都要仰望我们啊！我们是天朝大国啊！而且猪还说了，说虽远必诛啊！就全都这样，你怎么办？你什么时候仰视过谁呀、啊？ 就是这个民族，为什么说是龙的传人？就从来也没有学会跟人平等相待，把人当人，也不把自己当人，不做畜生就做上帝，你就这么个东西。你平视什么呢？你平视什么？你有什么可平视的呢？这是第一层谎言。第二层谎言啊，就这苦大仇深这个味道，好像就是哎呀，这100年来这段时间，外国人都瞧不起我们，谁瞧不起你们？谁搭理你们了啊？ 为什么八国联军进北京啊？你杀传教士吗？你杀外国使馆吗？是那个领事吗？弄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受气包一样，潘金莲一样，这不什么秦香莲一样？那这第二层谎言，没人瞧不起你，没有人俯视你啊，你自己做贼心虚嘛。第三层谎言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 要俯视别人了，他说的平视其实绝对不是平视，就是我要俯视。哎，哪里有什么平视？我要俯视你，我要深深的用平视的方式来俯视你。要望过来朝。而且这重谎言里面还包含了一个更深刻的悖论：其实啊，人真的是需要平视的。这个词没有错啊，习主席还是有贡献的，就是人和人呢，真的是神造之下是平等的。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民最需要的平视是什么，就是每一个公民对国家领导人采取平视。 你说你见到处长、所长就要跟人睡觉，见到局长也要做许愿，然后你见到这个就恨不得磕一个啊。一个民族，你的人民如果在掌权者的面前抠头如捣蒜，不能平视，你在世界上所宣告的所有的平视都是装 X。三种谎言还有一缺，缺什么呢？ 我不是只说缺德，就是缺信仰，缺向上仰望的信念和意识，这个太致命了。你想过没有啊？就是这个苦大仇深啊，而且想了好几天，然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学的一个重要的讲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平视世界了。其实心里挺难受，作为一个中国人，所谓的中国人，我们心挺难过的。为什么？为什么？ 你想过没有啊？这个世界对他有多重要？他朝思暮想，100年的奋斗，数千年的奋斗，这18年的这奋斗，终于达到了一个理想，就是我可以看世界，平等的看世界了。一个方面，他是何等的贪爱世界，没有别的看的；第二个方面，说明什么？那个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指的就是西方和美国，那个世界就是他的上帝。 他得靠看着他去生活啊，要靠着看着他去寻找幸福，多可怜，何等可怜的人生！我们不要攻击国家领导人们，我讲讲我们自己，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换个角度来讲，这个世界怎么看我，成了我们生命国这个灼灼不息的支柱，实际上成了什么？成了我们的锁链，我们是世界的奴仆嘛，这真是太可怕了。 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完全的自由，你明白吗？为什么？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里面啊，我们是生活在别人的评论和注视之下的，包括夫妻关系。为什么会生气？就是你先生、你老婆那些话对你太重要了，不是说完全不重要。我们怎么样靠着信仰能过一个更安静的生活呢？就是你要时时刻刻的不断提醒自己，他说的不过就是人说的。 他就是个人，人说有这么重要吗？我一天要活在这个人说的话语之下，喜怒哀乐，我得有多傻吗？你必须靠着上文的神的诫命，神说，神说，神说，把人说，包括你至近之人的那个说，有的时候视作耳旁风。你要学不到这一点，白信了基督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这个60年代出生的人，有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会比70年代、比80年代真的是成熟一点，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我们更有把配偶的话当作耳旁风的能力了。所以你们路还长着呢，不要着急，一定要靠着圣经，不断的把人的话、把世界放在一个适当的位分上，你就得自由了。中间有一句概念比较重要。 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上一周我专门做了一个视频，谈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常常自称人子，这个概念是极端的重要的。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那个视频。啊，我也会在今天的视频下面把链接给大家。但是呢，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些信息，深化一些概念。好的，翻到下一页。 那个视频的名字就叫“何为人子”。我特别谈到了《民数记》23章19节巴兰的试探。巴兰对巴勒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就要成就呢？” 在启示录开篇的地方，让我们看到搅扰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邪教，就是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引人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巴兰的错谬，归根结底，巴兰的错谬在这个地方隐藏得很深。而且启示录呢，谈到了两个人子的概念。第一次，启示录1章13节，人子在7灯台中间行走，告诉我们道成肉身神的儿子才能与教会同在。另外一个方面呢，14章14节让我们看见人子再来负责审判。换句话说，人子平行两个信息：第一，救赎；第二，审判。但是呢，我们根据下面这些特别是第二大段所有的神的后悔，针对巴兰讲人子不后悔，神非人子不后悔这个概念，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那个视频强调的结论是，所谓人子指的就是上帝在基督里面，在基督成为人的这个形象里面，展开了他的审判和救赎。他的审判是对恩典的后悔，他的救赎是对审判的后悔，这是改变。所以人子实实在在太重要了，没有人子就没有上帝的后悔，就意味着我们的神是自然神论的神，创造这个世界以后一成不变，人类不再有希望了。人类不再有希望意味着两个事实：第一，罪恶不再会被审判，我们就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第二，我们认罪不再有得救的希望，我们就永远生活在罪孽当中。但是恰恰是因为神在人子里面，在他的儿子里面显示了他对这两大事实的后悔，所以我们罪人有得救的盼望。同时，这个世界无论怎样黑暗，必被审判。我这里只是简要的讲一讲那个视频的信息，大家去看。但是呢，圣经当中确实还有信息谈到了神绝不后悔。不后悔的经文我写在这里，我们怎样解释这个难题呢？看右边，看左边，撒母耳记上第15章竟然同时谈到了神不后悔和神会后悔。那么问题又来了，主啊，你到底后悔不后悔？我读一读给大家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要废掉他的王位。”神会后悔的。但是同一章，撒母耳对扫罗说：“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咋办呢？圣经太好了啊！你要一定要仔细读，绝对没有矛盾。你要注意呢，撒母耳的说法和真先知撒母耳的说法和假先知巴兰的说法之间那种微妙但是至关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主要是两个方面啊。第一，上帝说不后悔，说后悔是因为立扫罗后悔；上帝说绝不后悔，指的是立大卫绝不后悔。看见了吗？大卫预表的谁啊？基督。我们换句话来讲，神在这个地上对任何人的祝福和赐福都可能后悔，你明白吗？你要小心了，因为当你不珍视恩典的时候，他有可能收回他的救恩。不要相信加尔文主义那一套，没有什么一次永远的这个说法。扫罗就是典型的例子。你不要说扫罗原来没有圣灵，有案例，有招选，有见证，但是后来他自己败坏，那没有办法，你会失去救恩，失去救恩就意味着上帝后悔了。所有的君王，怎么一直有声音？啊，没关系，没事，上帝会祝福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讲开始的信心和爱心坚持到底，神会后悔的。美国的变局，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神会后悔。神如果不后悔，就意味着没有神不存在了，你明白吗？这太重要了。但是神招选大卫不会后悔，因为大卫是预表基督的。这不是说大卫犯罪神不会惩罚的，而是指大卫预表的那位神的儿子，神在基督里面所预定的救赎和审判不会再改了，他不会再差派一个儿子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你看啊，他迥非世人。这个原文你知道这个世人是什么词呢？是亚当，叫 Adam， 就是他不是亚当，不是人，不是一般的人，所以他不会像亚当那样绝不后悔。亚当，但是呢，也非人子。你一定要小心，这个假先知吓人就在这个地方，他突然的亚当后面加了一个儿子。就是亚当的儿子，他不是讲的是人，他讲的是人子，人的儿子，这是指基督的，你明白吗？就这个邪教，它危险就在这个地方，它突然巧妙的给你换了一个词，你还没有察觉。这是人子这个词在整个圣经当中的第一次出现，他偷偷摸摸的就把人子放在那里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从这个巴兰开始以后，到整个以西结书连篇累牍的人子，到但以理书，最后到整个福音书当中连篇累牍，耶稣是称的人子，会在巴兰的这个试探之下，导致两大后果：第一，上帝永远不会成为人子，对吗？第二，成为人子那个人宣称他是神，一定是假先知，一定要被处死的。那当然也就意味着，在这个人子里面，在基督里面的怜悯和审判都不存在了。巴兰这个教训太恐怖了，所以读圣经为什么要特别的仔细？就说魔鬼不是针锋相对跟着圣经来，他是剑走偏锋进来的啊，然后加一个新的东西进来，而那个东西足以颠覆整个基督教最核心的信仰。而且不仅如此，大家要明白啊，犹太教没办法明白的。你说犹太教怎么明白巴兰是一个假先知呢？他会发现巴兰没有错啊，对吧？巴兰虽然动机是错的，但是上帝捆绑他就得说正确的话，而且他们以为巴兰所说的话都是对的，不是这样的。即使在巴兰在上帝的催逼之下讲了一些正确的话，所谓的正确的话当中呢，他巧妙地塞进了魔鬼的谎言。而且他打击的最强的着眼点，我告诉你，就是基督。你想一想，神非人子，这话你要引用到新约当中去，多吓人呢！那耶稣不是神嘛？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来了，三番五次的强调人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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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子来是要寻找失丧的。启示录告诉我们，人子来要寻找失丧的，说什么？上帝在他的里面要来救赎，因为他后悔了。这样的信息，大家看中间那一段，神说我为我的仆人后悔了，我为我的百姓后悔了，我不能让他们进入永死，对吗？另外一个方面的启示录里面两次人子要来干什么？我要审判。神说我对这个世代的宽容，我现在后悔了，我不再宽容他们了，我要实施审判。所以结论，人子这个概念何等的重要呢？感谢神，在人子里面安慰了我们。好的，我们现在翻第三大段。这是三位天使的信息啊。那么我把它分成两大段，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两把镰刀。我们看，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这段信息可以指向救恩啊，就是如以前讲过，庄稼熟了，做工的人少，所以等等等等。现在收割的时候到了，你还可以平行，特别是马可福音当中撒种的比喻等等等等，那就意味着这可能是指的是福音的收割。这里面有一个神学的难题啊，很多学者都是这么讲的。什么难题呢？就是说这里的天使。 竟然敢大声喊着对基督说，并且命令基督要把基督的镰刀扔在地上，然后基督就顺服了这个天使的命令，然后就收割就完成了。一派胡言，一派胡言。希伯来书的作者明确地告诉我们，天使要服耶稣基督，天使是基督服役的灵，没有天使高过基督的。 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不仅如此，他们用这个信息来印证福音书上的一句话，就是“子也不知道”。所以父知道了，派天使通知子，然后呢，子就开始启动了收割的时间，又是一派胡言。其实这里面已经明确的让我们看到，镰刀已经。 我翻到上一页吧，这些瞎眼的人啊，翻到上，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他已经拿了快镰刀了，没等天使说，人家镰刀都在手里了。你是不是说天使不告诉他，主耶稣在天上一直扛着镰刀？不是的啊，这已经明确的让我们看见，就像主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所宣告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就是。 从创世之初，我与你同享的荣耀，子知道，复活升天的子跟那个父神是完全平权的，是为一体的，没有任何问题。翻到下面，那为什么天使冲着他大呼小叫呢？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真理。 其实已经结晶，我们就明白这不是命令。回到启示录第6章，祭坛下面被杀的灵魂大声喊着说：“主啊，你不为我们伸冤报仇，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然后大家就看到什么了？大家会看到圣徒和天使啊，都是霹雳火秦明。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世界邪恶到这个地步了，都急疯了。主啊，你怎么还不回来？ 你怎么还不动手？你怎么还不使大招？就是这个，对吗？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使者，我们都是这样的使徒啊、信徒啊、门徒啊，甚至共享了这种火急火燎的心态，那就是我们都没有神的忍耐，真的都恨不得要学以利亚从天上的火引下来，烧灭这个邪恶的时代，都是这样的。 不用说别的，你就看看这个叫许愿门，这么黑暗，这么脏。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借着这样的一个事实，让我们真的看到了什么？主啊，你太爱人了，你太有怜悯了，没有谁有神的忍耐。我说过那些公知们指着什么大洪水呀、什么迦南攻占、什么什么灭绝呀、屠城啊，在那里攻击上帝不仁慈。这些假冒伪善的蠢货，只要他们家丢了1分钱，他都会，恨不得天上火降下来，把那个疑似的小偷给烧灭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完全不懂神的忍耐，神太忍耐了。我们讲过大洪水，他忍耐了1000年。 你就像拉麦那些货，你谁忍得了？娶老婆吧，娶2个，啊，天天就是以杀人平视世界自豪。90后，26岁、25岁，阅人无数，睡人无数。我们说句不敬的话，你是上帝，你说你造出这样的人干什么呢？ 一天天除了这个性交和骗钱，你就活着没有任何的目标。当然，更邪恶的就是这些什么所长、局长、主任、工会主席、国家领导人、中宣部、中南海这些人，除了侍奉那一点点的马门，完全是一群畜生。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呢？迦南71个王，神即使是对那个恶贯满盈的索多玛，也要等多长时间啊？等了400年。这400年，一方面忍耐了埃及人做别人奴隶主，做了400年，至少400年，或者忍耐了迦南邪教，忍耐那个专门抢别人老婆的、拜偶像、拜假神的，叫儿女金火献给摩洛的，《利未记》18章那种如此的乱伦的、荒淫无耻的邪教，400年。所以你就完全明白圣徒和天使为什么说主啊，你快动手吧，都烂透了。但是我们的神仍然在忍耐。他为谁在忍耐呢？彼得后书结束的地方说，神还没有降临，乃是因为宽容你们，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想到这里，真是其实挺难过的啊！当然，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人，我们就是靠着神的忍耐才活下来的。如果神早就复临了，就没我们什么事儿了，我们就早就去见马克思了。我就说，共产党人在这个100年里面，就只说过一句真话，就是见马克思，这是真的啊！不小心说了一句真话啊！马克思在哪儿呢？马克思就在拉萨路对面那个财主所在的地方。但因他忍耐，我们活着。这句话谁说的呀？保罗说的。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真正可佩服的。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身上显明他忍耐，好给后来因悔改而信主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这里面天使的呼喊，我就在想，其实我们的神比谁都难过，其实比谁都着急，但是他要忍。大洪水之前，神忧伤后悔那些字，大卫鲍森这一点讲的是对的，他就说那是整卷圣经当中最让人难过的话语，就神说我造人我后悔了。我换个角度来讲，就是你做父母的说孩子我生你我后悔了，你就知道神是何等的心肠。这个后悔，这个忍耐，在葡萄园的信息当中还会进一步的被强化。在这里我只盼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个事实，不是天使有权柄，而是基督有忍耐。第二组联刀吧。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我们看2大事件，第一呢，就是这个镰刀一定是主先拿着镰刀，然后才有天使从殿中出来的啊，他得命而来。另外一位天使是得了权柄，是从圣殿里面得的权柄。结论是什么呢？你们的教会是这教会吗？是这圣殿吗？三处关于圣殿的信息，等于3次来重申神所设立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传讲上帝基督的镰刀的教会，传讲有火审判的教会，你那个教会和这有什么关系啊？你就是满满的天天爱，你和这有什么关系呢？你那个基督教是基督教吗？不是啊，那只是一种邪教，是人的自娱自乐而已。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从神的教会出来，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出来。这个祭坛应该更重要的是指向了香坛，在圣所或者至圣所中间，或者呢在至圣所靠圣所的位置都可以。我为什么强调是金坛香坛？因为根据启示录上文，在那里面，圣徒的祷告像烟一样直达到上主的面前。这里面说从那里出来，那就是为圣徒来报仇。火的概念，看那个兽的暴行啊，他们受审判。这里面就开始谈到了葡萄树的果子了，葡萄熟透了，葡萄这些概念，还有个酒榨，这些概念看讲章，旧约有大量的平行的信息。我主要强调两个事实啊，马的脚环远到600里，这个大家也要看讲章。这个600里可能算的不准确，有人认为呢，根据原文呢，认为是大约是1000个600里，或者呢，大约是3000多公里，相当于应许之地南北狭长的距离。用此来比喻，整个的世界和国家都满了血。这个血是从哪里来的？从罪人身上流出来的。为什么？上帝残忍的不是人太残忍了。根据创世纪第9章，流人血的血必被人流。末世审判的这些流血，无非是直面的反射了千百年来人杀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怎样流人的血，最后血就怎样被人流，就是这么个简单的事实。这一幕指向的是这个世代人类血流成河的犯罪事实。我想强调的两个概念，一个是酒榨，一个是葡萄园。酒榨这个词翻译成另外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客西马尼。住在客西马尼园，他第一次来承受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末世人类所遭遇的一切，实际上已经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全部的加在耶稣身上了，就这么简单。但尽管如此，你仍然不去信他，那么第二次就临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个酒榨的命运就临到了不信耶稣基督的万国万民。明白这个逻辑吗？就这么简单了。第二个概念就是葡萄。我们先看啊，就是这两段经文呢，上面是收割庄稼，下面是收取葡萄。我们实际上呢，可以把这两个概念和圣餐的饼和酒完全平行，对吗？粮食平行饼，葡萄平行酒。于是我们对圣餐又有了一个新层面的认识了。圣餐的真理何等的博大精深呢？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那个圣餐是表明他的死，对吗？就是他怎样经历了神本来加诸于人身上的愤怒，但是他吩咐我们也要和他经历同样的殉难十字架的道路。基督和他的门徒在圣餐当中相遇，是为了在天国里面相遇做预备。这个大家简单的知道就行了。最后我们重点要强调一下葡萄园在圣经当中的重要的意象。翻到最后一页。大洪水结束之后啊，有一节经文很短但很重要啊，就是这节经文。创世纪9章20节。诺亚做起农夫来庄稼，栽了一个葡萄园，葡萄，可以吗？很平行启示录的信息。换言之吧，实际上呢，新世界、旧世界是一个园子，那是不是葡萄园我不知道啊，就是伊甸园。然后亚当是种地的，大洪水之前葡萄和庄稼，大洪水之后重新开始了，新世界重新开始了，历史重新出发呢，又是农夫和葡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可能有两大事实。第一，神或者神的仆人是在这地上做工的，是农民，是农夫，是种地的。大家注意，刚才这段经文不断地谈到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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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上，那就是我们的上帝是高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在这个世界上工作啊，不是什么山顶洞，不是什么鸡犬升天，不是什么避世喜欢隐修，我们要在这个地上工作，这是农夫在地上工作的基本的形象。我们是收割庄稼的农民。我们在乎这个世界，我们在乎世上的人。那么葡萄园告诉我们什么呢？葡萄园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命啊，实际上是这位神、这位农夫在这个世界上所栽种的果树、植物。伊甸园里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命。所以你还记得主耶稣基督治好了一个瞎眼的人，那个人竟然说，我看见好多树木在动，我自己看见的是什么呢？葡萄啊，这地和葡萄园呢，可以比喻成整个世界的一个缩影。世界就是这园子。在旧约和新约当中呢，这两个概念同时出现，就是田地和葡萄园，田地和葡萄园。然后主说，这田地就是世界，所以这个葡萄园可以是这个世界的缩影。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就是个葡萄园，那里面的生命包括植物、动物，当然主要是人是什么呢？就是神在这个葡萄园里面所种的葡萄树。小范围来讲，这些葡萄树可以指向基督的门徒，基督徒以色列人。葡萄园指向以色列，葡萄树指向基督徒。或者主说，我是真葡萄树，父是栽培的人子，他只是所有人出熟的果子。换言之，结论吧，我们大而言之，就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人都可以指主在这个地的葡萄园里面所栽的树，就这么简单了。但是主啊，要种植这个葡萄园是太难了，这个信息是我要强调的。因此呢，你要检索旧约和新约所有关于葡萄树和葡萄园的教导或者比喻。诺亚的葡萄园，拿伯的葡萄园丧了命，以色列的葡萄园。以赛亚书当中的葡萄园，葡萄园之歌，以赛亚书第5章，以西结书、耶利米书特别谈到了葡萄园的意象，强调的是什么呢？说啊，上帝说，我从埃及把一棵树或者葡萄树移植到应许之地，辛辛苦苦的栽培它，生长茂盛，万苦千辛。神是何等的爱那个葡萄园。然后呢，先知书又不断的说，但是这个葡萄园结了坏果子。什么果子？索多玛的葡萄，有毒的，是苦的。神要踹他们，神要收割他们，要践踏他们，要毁灭他们。到了新约圣经当中呢，你注意啊，主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但是实际上啊，从始至终的那些比喻和教导当中，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很多比喻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就是葡萄园的比喻。大家自己一定要去查考一下，你才会明白葡萄园这个意象是何等的重要。这个重要呢，因为它贯穿了至少2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启示录这里面对葡萄最后的审判。但是第2个主题是什么？我这里面谈到的是伤心的葡萄园。就是你把旧约和新约关于葡萄园的教导放在一起，你会发现我们的主太难了。你做过农民，你知道农民有多苦。但是如果你要做葡萄啊，种过葡萄，就会知道苦上加苦。因为葡萄没有树啊，什么葡萄树站不起来，对吧？不断的需要扶持，一生需要扶持，施肥、浇水，日夜的辛苦的培植，还有移植。所以旧约和新约大量的信息，让我们看见上帝侍奉这个葡萄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充满了爱心和忍耐。但是，历数经过了上千年、上万年，最后葡萄变坏了。你要真的做过农民，你一定会明白啊！你说你一年辛辛苦苦，秋天来了，你满怀喜乐的去摘葡萄，吃了一口以后牙掉了，伤心难过，伤心葡萄园。这个伤心和刚才我讲的什么叫神的忍耐，一次两次就可以了，一次又一次，地球上的生命成了烂葡萄。神精心的忍耐啊，培植啊，但是一代一代的葡萄树。一代比一代更加的败坏，更加的有毒，更加的苦，苦毒成了一代一代葡萄树共享的信仰。他们的教义、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自信，都是关于苦和毒的自信。这又是一个坏葡萄满了世界的世代。在这样的世代，我们一个方面会经历主的伤心，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必须同时宣告主的审判。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意识到，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自己要向主做好葡萄。它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在这个世代向主生长呢？答案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我们要持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栽植我们，并且带领我们。愿你的真道、你的诫命、这个教会常与我们同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